好，我们介绍的是正道教会的胡梦桥弟兄，他是我们正道教会的敬拜团长。哇，很高兴来这边参加。主要会来参加的原因是我妈妈，她就是一生都奉献给工作，然后现在退休了之后，她就加入到赞美操的行列里面，然后她都说她每次都跳到哭，然后她觉得用肢体可以赞美神是非常非常好。那我们从六年级就是受洗之后呢，我们其实就妈妈就一直在栽培我，那我就一直在教会里面有事情的服事啊各方面，那所以我也希望说，其实来这里我是为了要支持我妈妈，就是告诉她说，对对对，她的这个退休的生活，因为有赞美操，所以变得很多彩多姿。所以我就跟他讨论了，就是几首歌他很喜欢，他说他每次都跳得很感动，那我就选了其中一首是为我造清洁的心。好，那改编的过程，其实我一开始是听到这首歌其实是一个四拍子的歌，但是它放入了非常非常多的三连音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改编成一个 slow rock 的感觉，这样子的一个感觉，然后去唱唱看。那再来就是说，我也希望说放上一点我们平常就有可能会使用到的乐器，让比如说一个简单的 band， 它可能就可以来做演奏，就可以来诠释这个音乐。那主要是这样子的一个出发点。那这首歌这个歌词我也很喜欢，因为他一直在重复的跟上帝恳求，就是要重新在这个心里面有一个正直，有一个清洁。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需要的，因为我们人嘛，我们会跌倒，会软弱，会碰到很多的罪恶的事情，但是我们都向神来支取这个清洁跟正直。好，那谢谢大家，那我们就帮我播这个卡带，谢谢。正直的灵